这首歌，这首歌我得解释一下哈。第一个，因为是大家都在抢歌唱，所以我现在只能用弹的。不，最重要的很少人知道说这首歌其实它很厉害的地方哈，是它只有这样。我解释一下，我换个 key 哈，手拉动。嗦嗦嗦哒哒哒哒咪咪咪咪哒咪咪哒哒哒哒哒哒哒咪嗦嗦嗦嗦哒哒哒哒咪咪咪哒咪哒哒哒哒哒嗦哒哒哒哒咪哒哒哒咪嗦嗦嗦嗦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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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咪哒哒咪嗦嗦嗦嗦咪嗦哒咪哒哒哒咪哒哒咪咪嗦啦嗦咪哒咪哒，它只有哈嗦嗦嗦嗦嗦咪哒哒哒哒哒咪嗦，所以哈你看。嗦啦西哆瑞咪发嗦哆，就是他只用了九个音，只有九度。我相信哈，一个最好的作曲家是可以用最少的音，把音乐表达出来的。然后呢，因为这些音符本身是很简单，它只有嗦啦哆瑞咪九度的音，可是它表达那么深厚的一种感情。这是我很羡慕的一点。我再弹一首，先不要鼓掌。咪咪的咪咪咪嗦啦，发发咪发发嗦啦啦，咪发嗦嗦咪的哆哆啦啦啦发嗦啦嗦。咪咪的咪的咪嗦啦，发发咪发发嗦啦啦，咪发嗦咪的哆哆发嗦啦。哆嗦啦西，哆啦西哆哆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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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哆哆，哆啦嗦啦西哆西，哆啦西哆啦西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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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哆，哆啦哆嗦啦哆。这个更厉害，这个只有八个音，只有八度。最曲子，这经过二十多年以后，它还在流行。我估计这两首曲子，它的年龄最少是五十年以后，会留在五十年以后。那因为。流行歌曲的定义就是它要简单，可是它要能够深刻，这样才能真的达到人心里面去。那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在卖唱片的问题，而是卖唱片大家当然都希望卖得好嘛，对不对？但是重点是它如果是一首好歌的话，它自己会流传的。一首好歌就像梁文志这样的曲子，它能够继续不断往下走。所以我很羡慕啊，你看我练9990，对不对？嗦嗦嗦咪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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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嗦咪哆哆嗦咪嗦嗦咪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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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嗦咪哆嗦咪哆咪哆哆嗦咪嗦哆哆哆哆哆嗦。我去到哆的时候，我是哆1234567891011一个音了。好歌给他写光了，没办法，我只要多用一点音。谢谢各位。大文，
对于成船的往昔，我有太多的眷恋，但我从来不叹息。我不反对你哭泣，为你曾经失去的，但我却毫不迟疑。我不想学习浪费生命，就让我豁然地心，像个纯真的孩子，爱我生活里值得去收集的回忆。为了岁月不客气，爱出之余别忘记，明天还是要继续。虽然梁鸿志今天晚上不能够在现场，其实我相信跟大家一样的期待，但是我觉得创作的人跟我们的关系好像一直是这样。我常常在想说，一个音乐人他付出了这么多以后会留下一些什么，但是这个问题在今天不管在遥远的梁鸿志，或者在所有的在舞台上的这些朋友，他们都常常会有这样的问号，我心里有这样的一个问号。不过在各位身上有了这样的一个答案，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在今天晚上看到大家给他的鼓励。我想借用大家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把手借用你的手放在我们的心上面好吗？一个深呼吸，把我们最好的祝福送给今天不在场的、没有办法来现场的梁鸿志。梁鸿志加油，谢谢大家。